说一下你接下来要表演的才艺是什么？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农村的真妹哦。我平时喜欢唱歌改歌，我会把身边所见所闻改编成歌曲。最近我在村里跟老爷爷老奶奶聊天，发现老人为了孩子们付出的太大了，他们真的很不容易。今天我用男声为大家演唱一首《老了要有钱》，大家听看看是不是这么一回事。请开始你的表演。东边有村，西边有家，老子去挣钱，儿子拿来花，反过来拿儿子挣，老子拿来花，儿子不满媳妇儿吗，三天两头闹分家，娘啊早晚三顿饭不知做什么，都说养儿能防老，真正做到有多少，老来难哪、老来难，老了兜里要有钱，要是兜里没有钱，孩子看你不顺眼。要是老子做大官，全家老少笑开颜，说一千来道一万呐，咱老了要有钱，有钱。